盘点那些婚礼现场口误瞬间。谁呀？爸，我。你谁？你儿子。没这儿，我是女婿。你女婿儿子？哎，这是。你干啥来了？接你媳妇。爸爸，这是我的四岁西瓜。叫爸爸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和朱丽蓉刚开始恋爱的时候，您对我还不是很了解。杨玉珍，同时感谢岳父岳母大人的这个给我养育了那么好的女儿。媳妇儿，鞋我找见了，亲一下。媳妇儿嘛，我拿鞋底。亲你媳妇儿，你亲。这票可以，这第一次结婚。请问新郎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高兴吗？高兴。激动吗？激动。幸福吗？幸福。花心吗？花心。哎，爸妈，谢谢你在人海茫茫中选择了我，成为了你的父亲。大点声，我保证，我保证每天晚上都给你洗脚。我保证每天晚上都给你洗澡。我们要从现在练出目前的五个爱好。五个爱好：喝酒、喝啤酒、喝大杯的啤酒、喝菠萝味重的啤酒、天天喝啤酒。保留的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大声地告诉大家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弟。这是紧张哪呀？爸妈，以后锅桶就交给我了，你们以后就不用放心了。妈，我来接你来了。那么他们两个的孩子管你叫什么？我叫叔。管你叫叔叔是吧？那么他们两个孩子管新郎的爸爸叫什么？叫爷呗。管新郎叫什么？叫爸。伴娘呢？伴娘叫妈呗。你话筒，我要此刻你用你男人最大的声音来回答出我愿意，好吗？你愿意吗？